在这一边还要我们 find the number of vertices and number of diagonal of a polygon。OK，so、okay, number of vertices 呢，会是等于它的 number of side 啦。这一个 number of vertices 等于 number of side。对，六个的对应的是六个，九个对应的九个，12对应的十二，20对应的是20，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。然后 diagonal 是什么东西呢？diagonal 是对角线。OK，我们要知道 diagonal 是对角线，对角线。OK，so 对角线是什么东西呢？就对面的角合上来的线呢。So 三边形的情况之下，它的那个 number of diagonal 呢是零个。然后我四边形的话呢，在这一边这样，它这一个连接起来一个两个。OK，所以它的 number of diagonal 是两个，所以它是两个。然后五边形的话呢，它有几个？五边形的话呢，它在这一边它就有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五边形是五个，所以它这个是五个，所以它在这边零加二加三这样，所以零二五，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有这一个东西，我可以弄一个表，OK。表，然后我这一边是三边形的时候，它是零，然后四边形、五边形就二和五，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这一个是加二加三加四加五这样的一种方式，所以我们这一边呢，我就有二三四五六到20吧，然后我的这一个就到这一边嘛。所以这一个呢，会是等于这一个加这一个，等一下，刚刚这个是零加二，我弄错了。OK，然后这一个是五加四，对，九。OK，好，然后接着呢，这样全部。对，我这一边有没有弄错啊？加二加三加四加五，应该是170啊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这个是八。OK，170对，好，来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可以知道，就是说，如果它是六边形的话，OK，加四它就九哦。然后九边形的话，我们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九边形是27，OK，九边形是27，所以这一个是 n，然后这一个是number of diagonal，OK，好，把这个隐藏起来，隐藏起来。所以在这一边我们有这两个 information，这样，OK，好。然后九边形的话是27，九边形27，然后12边形的话呢，它是54，十二边形54，然后20边形170，OK，我还是把这个 unhide 吧。OK，好，来，在这一边呢，我除了用这样的一种方法之外，我还可以用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说，我的那个 number of diagonal 的 formula 呢，是 n 乘 n 减三除2，n 乘 n 减三除2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 n 等于六的时候，OK，我的 n 等于六，六乘六减三除2，然后我拿到的是九。然后 n 等于九，然后九乘九减三除二，九减三六六六，三七二十一，三九二十七。然后接着我的 n 等于12的时候，我就有那个12乘12减3除2，然后就6，然后9，六九五十四。然后过后呢，我的 n 等于20的时候，我就有20乘20减3除2。然后10乘17，170，所以对的。